谢谢我们的大卫司仪，特地赶回来助阵的，小弟的好朋友，非常讲义气的，我国十大歌星之一曾维善兄弟，我国阿山区候选人郑国林同志，后浪区候选人廖太义同志，太平的兄弟们、姐妹们 ，Salam Sejahtera, Salam Reformasi, Salam Selamatkan Malaysia。五月五，还政府，还不成更辛苦。五月五，还政府，灭贪腐，打老虎。五月五，还政府，建华小不辛苦。五月五，还政府，同民连做政府。对，今天。是我们太平竞选期的第二炮，第一炮在暨阳堂5000人，今天晚上在李网户7000-8000人，还有在网上通过网络直播全世界观看的马来西亚的兄弟们超过15000人、yeah! 今天不只是我们在这边，杨迪基本通过网上的有台北的、澳洲的、伦敦的、美国的，很多留在外面的新加坡的太平人都通过网际网络 Internet 看今晚这一场改朝换代告别腐败的座谈会，让我们一起喊五月五换政府给他们听听好不好，让他们见识太平人的力量好不好。五月五万众一心，众志才能成城，只要众志成城，我们相信入主不成，改朝换代指日可待。我告诉大家，这一次的关键就是选举非常的关键。很多人担心，如果华人反，马来同胞不反，印度同胞不反，会不会我们又功亏一篑，又中了马华的圈套，华人在野，印度人、马来人在朝。我告诉大家，我从最可靠的消息，最新的政治分析，全马222个国会，如果华人票有78%，马来票40%，印度票45%，明年可以在全马222个胜131席。而华人票的78%，如果我们有办法在这未来的12天里面把华人票增加到80%，好像不给刚当补选的时候85%的华人票投给明年。马来票维持40%，印度票45%，明年可以在马来西亚222个国会胜145席，差一席就有1/3。所以各位，如果我们这一次这种50年都等不到的，这一次等得到，几拜我搞得够，路浪浪正的喝血尿。不是说笑的，阿弟，明年做政府 ，MB 在那边已经答应了，五月五换政府，霹雳州门牌税、地税、全部州政府管的税，5年里面统统不起价，别再提给。第二，后浪新村，包括上新村行办及全马全霹雳的新村，1年里面重新发出。永永远远没有限期，不会 expire， 不会发霉的永久地契送给大家，地价再扣80%给大家。第三，我们执政霹雳州执政所有的独中，除了落实独中以利养效，让华联独中可以通过重中又有收入，我们还会像雪州、宾州一样看齐，在这个期间5年里面，年年制度化拨款给华小，年年制度化拨款给独中，年年制度化拨款给国民型中学，年年制度化拨款给教会学校、各源流学校，一视同仁，百花齐放，人才回流，为国培才，好不好？好。我们也在这边向搞稳定的工业区的老板。可以向你们派定心丸，国政给你30年、60年 DOL， 明年的竞选承诺已经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
五月五，换政府，霹雳州所有工业区的地，一律从30、60年改成99年。哦，如果我们执政中央，不然砍头不敢起，基本和谐。明年过新年，回来从太平回来，新加坡回来太平过年，所有南北大道一路风光明媚，山明水秀，环走大道不用给钱，加罗马无后卖动靠塔桥对来耶。南北大道收了我们几十年，变成南北大强盗，是时候让强盗进去棺材里面，让马来西亚还民公正，还民公道，穿南山北走一回，让大家一条龙啊，免好累，好不好？好。同样的，明年下个礼拜换政府，明年大家的孩子进大学，马大、理大、国大、北大，全部一律向先进国看齐，从小学、中学到大学，落实全民免费教育，减轻家长负担，好不好？好。因为这些政策，我只是讲4、5个路朗普金，哇，西北算了，我跟你讲，所以现在我上网查资料，看到国政竞选，越看路垮路喝酒啊，你知道吗？现在国政竞选，他派不给我去看他不给兵蛋，不给兵蛋，他派一个候选人，名字叫做袁俊任，要跟行动党的总裁政我方贵伦对打，不给兵蛋，他打出什么招牌？请投袁俊任一票。哇，他上台介绍，矮报大大。哈，我是东海岸卡拉 OK 歌唱比赛冠军，请投我一票。我一再看到以为他是去参加夜总会选秀节目，我以为他走错地方，我建议他去参加台湾的星光大道，还是去参加新加坡的黄金晚年，而不是来应征国会议员。国会议员来这边，如果只是会唱歌，应该去唱跑码头做歌星比较好。所以你看马华派出来的候选人，他不是要稳定不要乱，他是要稳定不要笑。你不要笑，派这样的人出来，巫统也一样，巫统派一个他的部长拉加隆吉，拉加烂吉来打这个安华的女儿诺诺维萨，广告布条大大，我上网看了金融报道台，哇，加速加速把你删进去了，燃机加机插入，哇，做竞选人的承诺 ，Number 三度。akan memperbaiki longkang di parit 13 kota Batam. Kedua akan meningkatkan sistem longkang. 朋友，这是应征国会议员，不是来做太平市议员。啊，国政连自己国会议员做什么工业都唔知啊，来就要来 interview， 全部走错地方，所以通通打包送进太平博物院里面，让他跟历史长眠就对了，对不对？好，李生。你看国政派什么人出来啊？你知道华人最讨厌谁？华人最讨厌的就是巴嘎萨，那个神经病的土权组织，有没有？林观音生日他送蛋糕，一生晒脸给来，林观音做得好好的，他把四脚蛇拿了丢在首长办公室，林观音给老人钱，他就送棺材进林观音的家，华人看尿了，然后贴垮掉的西北多了媳妇。哇，但是不是我国政今天他派他的主席 Ibrahim Ali Gata， 另外一个土权非罗令，土权的主席、土权的副主席，通通成为国政的候选人，跟陈莲花一样。各位，国政派土权出来，证明什么？证明国政根本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也不想改变。你要来改变，你只有5月5号替天行道，让南京成为国政末代首相第一个反对党领袖，好不好？好。为什么你说要换政府？5月5换政府，建华小不辛苦。你看华教在马来西亚200多年，今天董总那几个老前辈终于硬起来了。哇，我想不到这6个老前辈，一个70岁，6个加起来420岁。2个礼拜前还给那些骗到啥啥，一拜一郎那是老郎那是切了。哼，你讲那是政府那是好，人民无烦恼，就是政府无好，人民烦恼症，对不对？问政府也蛮无痛苦。我讲什么你不记得不要紧，总之你看到人你就跟他讲，五月五政府也蛮没通服啊，5月5换政府这6个字你记得就好了。各位，
我们华教在马来西亚立根200多年，从1815年槟城五福学校开始，200多年从来都没有好日子过了。你看报纸登出来，安顺的这个安顺的陪沙明读中，学生14岁15岁，读书时间晚早上读书，傍晚老师用 van 再去读中去龙坡，下车一家一家走，安弟，我的学校没有钱，你可以捐钱吗？晚上14岁的女孩子，14岁的学生，够可怜吗？如果这是你的女儿，你有什么感想？而且不是那时候，小弟是喝华校奶水长大的，我6年级就出来捐钱，捐到今天还在捐呢、啊。你干嘛西门堵了不堵了？我爸爸的时代，我公公的时代就是这样，到现在还是这样。哥咋那你没变呢？去拜完我一跺一跌啊！我们真的这一次愧对子孙，所以啊，为了自己下一代，改变不能再等待，改朝换代，保住后代。对不对？你想一想，我怎么你了？你看我们华联一校、二校、三校、独中、华联国民型中学，哪一间学校不是来伸手跟我们拿钱的？你不会觉得奇怪吗？教育是学政府的责任，我们每年交税、所得税、服务税、销售税、印花税、土地税、门牌税、房产税，给到不会税，但是。钱不知道去了哪里，政府一年预算2000多亿，你选国议员就是要帮你看住这2000多亿的血汗钱，不是选国议员来跟你拎狗逼啊、看水沟啊，那个你请示议员就够了，不用这样麻烦。哎，我们就是看到，我们看看政府这么多年来对华教有没有公平对待。第一，你可以看拨款，每一年都有大马计划，政府在所有的小学拨款。一次大马计划有48亿，48亿的钱下来，华社分到多少？3000000，印度社会分到多少？1000000，真的是玩马来西亚，玩马来西亚，几百颗啊！我让人家傻颗，印度同胞给他几颗？你当我们是什么？我袋子里面有100块，如果乞丐来，我都会给他10块钱，对不对？政府对我们100块，给我们3块钱。1957年给到今天，所以我们建校自己找钱，建庙自己筹款，我们永远都被排除在国家的主流之外。我们就听整天听马华总会讲蔡西弟啊，蔡西弟是整天跟你讲朝中有人好办事，现在办什么事，办什么好事，自己跑去拍电影卖西弟。而我们的命运有没有改变？没有。下个月华联二校又来了，要筹700万，又来筹款，即使是全新学校。已经把校地给了政府，还是要跟我们捐钱，钱我们当然捐，但是是捐给学校，痛在心里，这些账平时没有的算了，56年来跟谁算也不知道。这一次啊，5月5号，等南哈密的北高生小北高击败个省干料的料体，好不好？好。独中也一样，你看我们独中办学，如果我是政府，明年做政府，有人帮我免费建校培养人才，你别欢喜个不要讲了，别有没有名个唔知了咯，对不对？可是我们当宝，政府国政当草，华联独中帮国家栽培人才，帮太平栽培人才，政府有没有珍惜过？只不过要他承认一张统考文凭，好像要他的命这样，免安尼坎坷啦，免淡了啦，躲归躲，完了进步，明年让安华来太平，宣布政府全面承认统考文凭。统考生可以做公务员，统考生可以进马大，统考生可以进国大，好不好？好。这是我们的竞选承诺，已经白纸黑字承诺，不像那些这样子犹抱琵琶半遮面，千呼万唤不出来，整天跟你打三讲四，要记得老人家的一句话：一朝被蛇咬，10年都怕井绳。老马就骗诉求，拿就是骗同种。他们3年一小片，5年一大片，骗到现在56年。朋友，如果你有一个女儿，今年18岁，男朋友很 handsome， 他跟你讲，女儿嫁给我啦，嫁给我啦，去酒店开房上床啦。18岁给他下海就去做鸡，如果做了56年后74岁，那姑爷仔跟你讲，你继续做啦，我会娶你的。那个安弟做鸡做了56年，还会相信那男朋友会娶她？
跟没有要镜头，他应该去的。是吗？不要你好像苹果十六你都没切，你讲了，还不讲阿咪讲的姐姐阿咪，对不对？去了喽，一起下海了，还有什么好讲？我们不是啥的吗？我们从前没得选择，现在你看罗浮洲，罗浮洲从前是睡觉的，现在好，从前是睡火山，现在是活 火山。去拜地好的是左后，我刚刚从左后回来罢了。每一个晚上成千上万万人空巷，不懂从哪里跑出来的。讲完了十二点，林吉祥说拜拜，明天见，不要回家的，坐在那边。你卖对了，别送。那把火已经烧了56年，现在终于有机会要爆发了。如果罗浮洲的同胞可以醒，马六甲的同胞也欠，槟城的也欠，槟城的也欠，斯莱莫的也欠，我们啤酒人民给国政打抢了4年，我阿郎姑别欠呗，对不对？哎，教育不公平，所以如果你要看到华小能够纳入国家主流，母语教育获得应有的尊重，我们只有一个选择，5月5换政府，建华小就不辛苦。你看我们霹雳州，我们现在国政政府的政策是这样的，你要建新的学校要先关一间搬一间，一减一等于零，不是一加一等于二啊。你看十八丁联合华小关掉嘛，对不对？搬去基隆坡啊，一关一间开一间，是不是一减一等于零？没有多吗？巴内中华小学霹雳州就有4间了，巴内中华华小也是一样，关一间搬一间，一关一间零，减一间加一间还是等于保持原地踏步。爱大华哈古勒华小搬去古总李生进那边也是这样，关一间搬一间，就好像家里一样，孩子肚子饿不可以吃饭，要等啊21个才可以买米来给喂另外一个，接下来会进屋来搬插进屋来，对不对？对，你砍空的进屋来挖堆就干了，进屋那时候你们那不烦恼，我们在人民很多烦恼，本来生活是过得好好，现在看到国政政府这样教育政策讲到起来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好像急死喜太后的长脚步这样长，这个故事讲不完。所以我们为了自己的孩子，为了我们母语教育，这一轮董教总已经开出 signal、已经亮了绿灯。你看明天的报纸，董总已经公开批评国政政府常年累月落实单言教育政策，对母语教育不公平。董总呼吁华社，谁能够承认统考，谁愿意制度化建华小，华社就必须义无反顾全力支持，做不到来赌万人众。所以5月5换政府建华小不辛苦。第二，5月5换政府要灭贪腐打老虎，马来西亚什么都不厉害，加瑞迪西流了。大事大有大事，小有小事。我来的时候碰到一个选民安迪打给我，他说今天下午他这么做，不，警察在前面，懂了？安迪来什么呢？那安迪找他去买菜，这边找，来生打了断手里，明白吗？啊，冒失了在呀。You help me, I help you. 50打了断。20 discount 大大端，他看看他摩托里面有两粒目光。对大大，我妈端，那边两粒目光，晒了，你都不对，不累了，有方面还有。两粒目光都要啊，还好拿的是摩托里面的两粒，不是那个安迪这边的两粒啊。是不是啊？跟你讲，你不要怪那个警察，我没有怪他，他薪水多少钱？1000多块，贪不价，都知无？打蛇打青春，一病一根源，贪不价嘛，假对哟。香港的警察，你试试看，你得空飞去香港看一看，大学一毕业出来，起薪12000，做3年后起薪36000，你叫他给他50块，雷蒙谁给我摸阿蛇？你有摸阿蛇啊？这边1000多块，50块对他来讲很大的，对不对？我如果一个月赚36000，你给我50块，呸呸呸呸，对不对？为什么？
上面假八棒，下面二道要死。警方当然有害群之马，也有好的警察，这我们没有否认。我讲这个故事只是告诉你一叶而知秋，这反映了贪污腐败严重的地步。我们马来西亚什么没有，你看我们黄念念啊，原本的旅游部长天天去旅游的黄念念，我们的黄念念啊，隆重的地跟人讲，马来西亚真正坐物件好吃，你人隆重来吃，这个吃，那个吃，隆重吃，吃到吃不了，吃到吃到了，没事的，隆重吃、啊、所以我们的牛婆可以来偷牛，我们的潜水艇不会浮水的，人家是买潜水艇，我们是买佛水艇、啊、我们的飞机战斗机，机飞机有在，安静不见了，安静会自己游水去南美洲乌拉圭。我们的旅游节目很丰富，大家如果要看体育馆、哦、温柔的风吹来，不用像这两天四川有地震，人家有日本有海啸，四川有地震，印尼有、啊、美国有台风，马来西亚风和日丽，四季如春，交风也雨。但是如果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沥沥沥沥淅沥沥沥下个不停，啪，体育馆倒了啊，2亿8千万不见了，你爸爸的钱，如果要走被扣，哇，安迪我拿500万，哎、欸，朋友，你不要以为好玩哦，啊，不要紧哦，啊，你看我们去法庭，加兰都大，我去法庭打官司，有一次下大雨，走进去要买救生衣，有水才能进，只差没有买潜水镜。为什么我们政府工程这样？甲东的天桥有漏洞，邯郸的医院有霉菌，我们的体育馆自己会倒。一粒的大曼的一粒500万还没有建好就倒了，这一些关键在哪里？关键就在于整个政府执政的黑箱作业，自手遮天，为所欲为。而这么多年来，因为人民都逆来顺受，马来西亚有的是顺民，没有刁民，所以大家都认为啊，这嘛这都没事情的，所以国家一次一年比一年倒退，一年比一年退后退步。你看我们跟新加坡比，新加坡哈密湖哈密赛的博啊，对不对？新加坡只是会重用人才，马来西亚专门用废材，所以呢，人才跟废材治国，50年后大家就看到差别在哪里。马姓分家的时候，李光耀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哭到稀里哗啦，拿住他的 bag， 带住太平的杜进才。你们还记得谁是杜进才吗？龙仔啊，新加坡第一任开国总理是李光耀。开国副总理，新加坡的老二，名字叫做杜进才，他不是其他的地方来的人，他是我们的太平人，跑去新加坡做副首相。再不，李光耀拿他这杜进才两个人，一般人才全部跑去新加坡。当时他跟他的旅游部长说：“啊，新加坡怎么办？我们连喝的水都是马来西亚人小便的尿，我们没有木材，没有金，没有银，没有铜，没有锡，这个国家怎么管？除了一个岛以外，一个码头，新加坡有什么？什么都没有。当时，他叫他的旅游部长快点想引游客进来。他的旅游部长跟他说 ：“Mr. Prime Minister, we Singapore got nothing. We only got sun and sand. What do you expect from me? You thought I am cuckoo? 不对吗？新加坡只有阳光跟沙，不了还有什么？”什么都没有啊！但是你看人家一个好的政府，当时我爸爸跟我讲，钱拿出来，令北亚路去新加坡 shopping， 西北亚路五毫，马币比新币更大，对吗？我们5角钱换人家51分，马姓分家的时候，现在呢？你说现在呢？人家。1块钱换我们2块半，3年后不换政府，1块换3块，所以你的孩子一毕业，爸爸妈妈，拜拜，我去新加坡打工了，过年才见，清明节见一次，过年见一次，中秋见一次，一年只见3次，对不对？我们孩子养大，全部去新加坡赚新币，人家管到今天，新加坡什么成就 ？In terms of financial health, Singapore is number 3 in the world.After London, New York,
number three is Singapore. They have even beat Hong Kong as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Financial Center. 如果讲大学，新大现在全世界排28，我们马来西亚的马大排谁？我是马大毕业的，从前很厉害，现在不厉害了。现在你看大学的排名，如果你看美国大学的排名，你跟你儿子讲 I want to see the ranking， 你儿子拿 iPhone 5给你，咻哈 I see Harvard， I see MIT， I see this， 你要看马来西亚的没有，你拿新加坡的 iPhone 找不到，要拿 iPad 6寸的，找到了排28。要看马来西亚的啊，要买Samsung 60寸的电视机，现在也找不到的了。现在要买84寸的，因为经昨天公布的世界400大排名大学，马来西亚没有一间进400大。大学代表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大学代表一个国家的竞争实力。我们现在大学的这个排名显示，我马来西亚今天的综合国力是江河之下，节节败退。我们制度没有改，政策没有改，国中议员天天来骗你，拿3000、5000去神庙拨款，大家拍手。何长兴呢？我先不给，我的部长给5000，拍手。陈丽华给5000，拍手。哎，是要敢讲。好了，不要笑。这些是什么政治来的？这种是巴利亚的政治，70年代也塞了，骗我公公可以了。现在21世纪 ，sorry 了，选民没有这么笨了，对不对？我要公正，我要平等，我要廉洁，我要治安好。你给不到我，换人做。选民要求高，看东西要看得远。站得高看得远，郑维山的歌也是这样唱的吗？如果只看前面的水沟，没有看到外面的大河，我们永远跨不出去。人家有一句话说，你的格局决定你的结局，你的态度决定你的高度，一样的，做人跟做事搞政治都一样。我们选民格局小，结局不是好不到那里去，格局大啊，这样就不同。你看这两天，哇，手机短讯到处破坏小弟，这名小弟的杀伤力很强，好像 C4 一样，不然不会有这么多人要破坏啊，到处传短讯啊，讲一大堆废话。他说什么我们会讲会做，我问大家，你选国议员是不是要很会讲的？不会讲去国会里面，好像那个大番薯江做汉江，terima kasih， 下一打到脚啊，如果脚啊，当然不拉干的。你要这样的国会议员吗？这样的可以代表太平人吗？太平人不一样哦，太平人是活了的哦，要选一个嘎嘎也在活的哦，也可以讲，而且也在做过的委员，是不？不公平的才要混他，不然全部不敢讲，坐在那边。呀，我都说过 ，terima kasih tuan， terima kasih， 啊，boleh， 什么 boleh？Makan tahi? Boleh. Makan pisang? Boleh. Ini pun? Boleh. Semua boleh. Ampoy lah macam tu. Kau iwan meriau kongwe anjua? Buai bilun cik kuih ke sama? Ha? Buai bilun cik kuih ke sama? Jodoh nabi li mien lah. Angkat tangan. Ya! Betul! Ha! Ini si woman yao de ma? Woman renmin yao jayang de ma? Tanam bu yao ha, dui bu dui? Ay, suan ni kaka eh hud eh. Eh yao kong eh.也要动也要走，我们讲到做到，有料到的，不是天天讲不了。你给我们做5年做不到，换人做，民主政府，人民做主，我们给活在56年，给民人一次机会，也塞吗？塞，一次机会也塞吗？塞，也是耶吗？我那天碰到华联图中的董事长刘木德老伯爹啊，伯爹跟我讲，我好入五年，加水买五年了，做五年好我难看。做一摆做水水，卖搞棍夸尊尊，拿机会子，上上对对，你你不会。给郑火林一个机会好不好？给廖佩一个机会可以吗？让年轻人上来给他们表现一下，让他们看一看我们的政策怎样。做5年做给大家看，做水水。那你看我在讲啊，我们的政策是一诺千金。有吗？有没有一诺千金？我们讲太平就好了啊。那我这在2006年，我看简报，
我的老朋友何章兴公布，估计中正府已经正式批准在太平拉罗山要建缆车。2009年完工，我先看看资历，今天晚上是2013年4月22号，太平缆车已经变成缆车。这是什么一诺千金？这是大炮千金，对不对？哎，我再翻回从前的简报，1980年代太平国务议员当时的国人梁其祥。 我做部长要在太平建大学，1974年代讲到今天，今天是2013年4月22号，太平的大学在哪里？太平湖就有，大学是没有。然后现在我们的莲花节日来，投我呢，投我呢，我建大学。我问大家，他在不跟甘当做5年，不跟甘当有没有起大学？没有。他在宜立做5年，除了分小记以外，有没有建大学？没有。现在他来骗太平郎来先入水啊。 一些那个神相信啊！如果明年做政府，我们做给你看，你给我们5年中央政府，我们做就不一样，因为我们政策跟国政不同，我们看到的是国政看不到的。而今时今日，他说：“哎，安华会做首相的。”我可以告诉大家，安华我找回过去的资料，马来西亚独立50多年了，经济成长最好、最蓬勃的时候，就是安华做财长的时候。 92到97年，大家记得吗？当时台湾前烟脚木，钱多到烟脚。马来西亚当时也是股市超级大牛市，每个人赚很多钱，舒舒凉凉，舒适凉凉，新冠金加货贵，令北无路。92到97，我们的经济成长曾经有一年排亚洲第一名。92年成绩经济是8.4、8.7、8.8，到了96年10.1，全世界排第一。 当时的财政部长是安华，当时的副首相是安华，所以当时的国债，原本安华做的时候，我们欠人家大概是974亿，安华做了8年6年财政部长，97年被开除的时候，我们的国债从974亿变成890亿，这证明安华有经验，有阅历，有能力，可以管理国家的财富，但是自从安华被开除以后。 我们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马来西亚的财政没有一年有盈余的，年年都是钱不够用。我们的国债从安华被开除的890亿，现在飞到5020亿。你自己去想想看，谁会治国，谁会治国？你的刀，还给你把握 ，era Anwar Ibrahim， Malaysia mengalami pertumbuhan ekonomi yang paling pesat， mengadakan belanjawan lebihan， mengadakan defisit yang paling kurang. Ini adalah semua pengalaman rekod Anwar Ibrahim. Jika kita boleh bagi Mahathir, bagi Najib, apa salahnya kita bagi Anwar Ibrahim 1 penggal 5 tahun jadi Perdana Menteri.